我呢，都想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提房子的事儿，我们俩再也不吵架，就好好的在一起，有个家，过一辈子，行吗？行。行。当然可以啊。张小姐，您真是太幸运了，这套房子很多人排着队等着买呢。待会儿咱合同一签，首付一交，流程我很快给您走完，您就能拿到这个红本了。什么红本啊？我又不是来结婚的，我干嘛红本啊？房产证现在也是红本儿。那我不知道。一看您就没结婚。不过您拿到这个红本了，那红本不也就快了吗？家具的事儿我都联系好了，一会儿您跟我到店里去选购一下，都针对这些精装修的一站式服务。那得配得上我这房子。成成了。张小姐，您之前也是沪漂吧？也。什么意思？沪漂怎么了？不是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说，我也是沪漂。我理解咱这个租房子的不容易，哎，被房东催搬过来搬过去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咱买了房子就有了家，就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跟你不一样，在那说什么呢你？是是是，你快去忙去吧。行。哎，您卡带了吗？废什么话，你做什么梦呢？我来买房子，我不带卡呀我。啊，没别的意思，那我去办手续。什么意思呀？Thank you.